五颜六色的计程车队排满在曼谷金丝堂的广场。此际泰国峰会疫情纾困，志工准备了百米发放，不少人在领了物资后将车上的竹筒捐出。我有50号、50元、50元捐给他们，让他们捐给更多人，让更多人捐给我们。 疫情这两年，曼谷金丝堂经常出现这样的画面：能自行前来的计程车司机，志工不止送白米，也在他们车上张贴金丝雨。但关义娃年初发生意外，摔断了腿，无法出门，志工特地前往家中关怀，也为他送来急难救助金。他们可能会感到多数多悲，噶，生活，有那样。 70岁的甘鹏，妻子生了重病，出院后急需制氧机。志工从义诊中心调来一台应急，并亲自教导如何操作。ลูกสาวก็ซื้อออกซิเจนกระป๋องมาต้องกระชีดดื้ออะไรเงี้ยเพิ่งเราก็ช่วยตัวเอง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ใช่ไหมแต่พอนึกได้ตรงนี้เราก็ได้จากอยู่ที่นี่รู้สึก曼谷慈济志工因为疫情纾困发放，跟这群司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，经常家访关怀。巴舍除了照顾孙子，也要抚养80多岁的姑姑。志工贴心为他准备保养品。我们今天才会叫他说来拿，我们送他一些 cream， 还有酸痛的药膏给他擦，他才看他会不会赶快好起来。这样，志工和这群司机们虽无血缘。 但亲如家人，这份情谊，相信也不会因疫情结束而中断。大爱新闻，桑瑞莲、昆大斯赫拉，泰国报道。